大神史匹柏打造一级玩家，男神解谜何谓有一种喜欢。史蒂芬史匹柏近年出邮报，密战的文戏后再推出娱乐性满分、强打声光特效的一级玩家。双男神李玉玺、毕书尽主演的《有一种喜欢》主打迷妹限定，有助刺激票房。演员：泰谢·里丹、马克·劳伦斯。改编自同名科幻小说，剧情描述2045年世界濒临瓦解边缘，一个天才工程师创建了虚拟世界绿洲，并在遗嘱中承诺将把巨额遗产送给在虚拟世界中找到城市彩蛋的人，引发全球玩家激烈竞争。文武双全的史蒂芬史匹柏打造了一个神奇又华丽的虚拟世界绿洲。为了和真实世界做出明显区隔，他用传统胶卷摄影机拍摄真实世界，数位摄影机拍摄虚拟世界的宇宙场景，再加上动态捕捉、真人演出与电脑动画多种复合式的拍摄手法，他打趣就像是同一时间拍四部电影。